现在是2020年6月29号，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7:20。我那个左边那个面颊和到脖子这边大面积都在痛了 啊，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看到咣，天上电闪雷鸣的，电闪雷鸣的，然后看到像那个观音菩萨一样的一个站在直直的，然后看到那个绳子上掉下很多东西，绳子上挂了人呐。挂了人了，在那个有点像那个公园里边、游乐园里边的那些，那有的玩的东西上面那个在转了，那个叫什么东西？那个旋转木马，有点像旋转木马在转的时候，上面吊着的东西上啊下，脖子上吊着。哎呦，我说面颊从就这里头去，是脖子吊着的，往上吊着那个，那个是地主婆啊，那个、当年的地主婆啊。当年的地主婆啊，哎，当年的地主婆，特别是1943年杀了很多，那个地主婆啊，哎，地主婆啊，被杀了很多，然后那些啊，找那些冤魂呐，找上来了，他在天空中吊着，一直没安息过。一直没安息过，这怎么做啊？地主婆又找来了呀，又怎么做啊？我们现在全国人民呢，应该向他道歉，应该对他说对不起，我们冤枉你了，要对他说我们冤枉你了，那是冤枉你了，应该大胆的说那些党啊。不是个东西，是不是抢劫把你的财产给抢了？哪一党啊？不是个东西，是不是抢劫把你的财产给抢了？还在污蔑你。原来大面积的那个面颊痛啊，原来是那个上吊啊，绳子上吊的挂在下面的痛啊，难怪痛的整天痛啊，怎么整天痛啊？啊，对不起啊，哎，是我们错了。是我们错了，你的财产被人家夺走了，你财产被人家夺走了，现在下来，他要把那些财产啊，把人家抢掉的财产也把他毁掉，哇，大水冲过来，全冲走了，把那些村庄里边那个房屋什么之类的全冲走了，大雨啊。冲着了，为什么？当年打土和分田地的时候，人家分了他的东西，拿了他的东西，现在要把这些拿着，得到他东西的人，也要毁灭掉。那些不义之财呀，白得来的。也让他怎么做啊？啊，怎么做啊？当年大家把那些地主婆的财产分掉了啊，土地啊财产分掉了啊，其他家产之类的分掉了。现在他从天上下来啊，把那块曾经他的地面一扫而光啊！那地主婆说：“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了，那还得向地主婆沟通，要告诉地主婆，他说现在我的家园被冲毁了，现在我们的家园被冲毁了，是我们应得的报应，那承认现在的家产被洪水冲走了是应得的报应，那么地主婆啊才会离开，他感觉。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目的，他才会离开。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呐，要必须向他承认呐。那现在田地呀、家产被洪水冲走了，是应得的报应。自己承认了，那么他的怨气消掉一点，那么天上的天空啊会晴朗一点，应该我们更大胆的做一步，对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了。我现在应该把你
从绳子上抱下来，也上吊的时候挂在这边，所以我整个面颊都痛嘛，吊着的就吊着，这个整个都痛嘛。应该对他说对不起，现在我应该把你从那个，应该从那个很沉重的啊，应该从那个绳子上把你抱下来，抱下来啊，抱下来，抱下来啊、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了，是我们错了，那个把它放下来，放下来一个。放下去是我们错了，是我们错了，我们不应该夺走你的财产，我们不应该夺走你的财产啊、哦！这我是替大家在向他道歉啊！不应该夺走你的财产，不应该夺走你的财产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了，是我们错了。现在我们受到洪水的猛烈冲击，是我们应得的报应，是我们应得的报应，是我们应得的报应。哎，承认了一个，向他认错一个，认错一个。地主婆就安息了，安息了，地主婆安息了，安息了以后，那些欠他的业啊，才会减少，然后那这个身上才会减少。原来因果报应，因果报应一直在呀，一直在呀，谁也逃不了。好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